艺人蔡依林、Jolin 和景荣交往4年多，恋情稳定，也让粉丝相当期待两个人什么时候会传出好消息。而Jolin呢，日前前往中国大陆担任网络春晚的压轴嘉宾时，不小心甩掉了他和景荣的定情戒指，让他急得呢是在台上四处寻找，还一度忽略了台上主持人跟来宾。所幸最后戒指是找到了，虚惊一场。劲歌热舞大动作摇摆肢体，台下歌迷嗨到不行，只是唱到后面蔡依林怎么开始左顾右看，看起来好像有点慌张。深一点，深深一点，戒指掉了。哦，真的？对，我刚才在找他。刚才艺兴他特别想绅士的牵一下你的手。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才刚下台就把主持人晾在一旁，急着找戒指。传出这可是景荣送给他的3周年定情之物。跟Jolin求婚，可是都被拒绝。谁说的？没有。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听过。VJ 恋频频被爆料，好事将近。据传Jolin埋头苦找的这个戒指，就是2年前他和景荣到英国玩的时候，景荣送给他的对戒。爸妈妈是不是很喜欢Jolin？讲一下。喜欢，喜欢。喜欢他什么？就喜欢他的个性。景荣和Jolin交往4年多，感情超级稳定。这回在大陆演出，差一点就要把定情戒弄丢，让天后一脸着急。戒指掉了。哦，真的？对，我刚才在找他。所幸戒指找到了，让Jolin松了好大一口气。这个小插曲也让粉丝期待两人是不是快要修成正果。有碟TV 综合报道。